念不深的把它都都下的，那就是读经配合修行了，只是读经，读经能让自己很专注的读经。另外呢，经典的目的还是让我们去思考的，不是让我们最终是说通过经来修正的。所以说，最起码你读经要知道里边是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人物，这个经是一个故事来的啊，你就当它一个故事，那里边最重要的主角是谁？那当然是经肯定是释迦牟尼佛在说了。那这个弟子是谁？谁在提问啊？那里边出现了几大菩萨在讨论问题，或者是什么？他们最重要的探讨的是一个问题是什么？那这个问题我到现在可能不能明白，那么继续读下去，但是一定要了解这些。然后呢，从故事呢再走出来，再去听。哇，佛说没有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时空是没有的。那如果没有，释迦牟尼佛说法到底是在过去说呢、现在说呢，还是未来在说？那释迦牟尼佛的说法是在哪个时空说的？因为《金刚经》就是说空的，他不断地说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嘛。那他在什么地方说话？那可能就在你面前说。那他可能那个讲经就在当下这一刻在讲，他讲经就在当下一时啊，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就在当下。那如果在当下，我们就能活在当下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每个佛弟子、每个修正的人，就是活在当下的状态。几乎释迦牟尼每天在对你讲《金刚经》，可以说，那这个《金刚经》在哪示现出来？因为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话，它又无处不在。那时空是一体的嘛？那如果它无处不在的话，这个也对你讲《金刚经》，这也是它，这也是它。所有的现在已经在讲《金刚经》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对着你在讲《金刚经》。我们要了解这种实相无相的这种状态。这其实都是从切入金刚经的，你要开始切入金刚经的就是里边的意义，它真的在说，不是文字来的。你如果背下金刚经是毫无意义的，切入它的理义。那这个是你慢慢读下去吧，慢慢来，这个是最高的读经方法。六祖一个字也不失，人家会读金刚经，一听金刚经里边的无所住身体心就开悟了。人家六祖连金刚经都没读过，就一句话就开悟了。你比六祖好多了，好歹受过教，还能会读，读现在已经读得很顺溜了。所以不要说我没文化无法开悟，这个是个错误的界定。 从不懂读开始，现在就读的就是可以讲就轻松了。这种文字上的话，这个不是那种经，不是说认了字就算完，不是认字，不是认字，就是说认出释迦牟尼佛在什么。因为我刚开始是认字，有字不懂读。